夏天到了，潜入海底世界跟热带鱼近距离接触，清凉又消暑。夏季也是恒春当地潜水业者生意旺季，但现在却有潜水客指控自己跟教练出海，却被丢包，差点丢了小命。这位当事人在脸书上发文，指控自己跟团潜水回程，在减压停留时，船没有等他就开走了，让他独自一人漂流海上。这位潜水客当时在原地待援35分钟，却苦等不到教练回来，只好往岸边踢水自救。事隔半小时，教练折返找不到人，拖了一个小时后才通报海巡队协巡，最后是当事人自行游上岸获救。而当时他就被丢在海口外海，独自一人游了3海里到小尖山暗记，花了3个多小时，还差点失温，好不容易才捡回一命。什么状况？如果我自己遇到，他也要游回来，不然一个人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办啊。跟团潜水竟被丢包，连民众都觉得太离谱。而事后被指控的教练也在脸书上回文，坦承当天因为风浪大，只以口头确认人数，才造成严重疏失。也有第一时间向当事人道歉，承诺将加强检讨改进。但这样的状况也让专业潜水员看了摇头。我们的潜水教练跟潜水的导航人员或者是助理教练都会去确实的去掌握这些在水中的学生或者是人员。由于海中水流瞬息万变，潜水带团应该要分配潜伴，约定残压回程时间，不断确认水下人数，并通知上升下潜，才能确保成员安全。而身为教练带团出游，却发生丢包意外，要是不小心闹出人命，恐怕不是一句疏失就能简单带过。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